第八题问使用筷子夹物会达到省力的目的。在刚才的讲解中，我们已经说明，老师上课讲过，我们的筷子是一个施力点在中间的杠杆，施力点在中间的杠杆是会费力，可是可以省时。所以第八题说使用筷子夹物会达到省力的目的是错误的，我们这一题呢打叉是错误的。